江山河，一寸血，一口热土，一口魂。山河破碎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死抗争，共赴国难。小丫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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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一八，九一八，还是那个秋天，一个上海的小学教员，一个中共党员林书雄，满腔怒火义愤填膺，他从上海奔赴南京，他在国民政府前抗议，全力开辟，势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以死抗争，共赴国难，齐心协力，那是九一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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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一八。林书雄抗议无望，闷闷不乐回到上海，心想妻子和女儿还在东北张望，从秋天盼到了冬天，失落和失望，一封封家属往来的申请，从上海接到了哈尔滨，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清，家属往来的申请，从上海接到了哈尔滨，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清。九一八，慧心，照片取回来了，好看吗？真好看。爸爸从上海来信了，我看看爸爸信上怎么说。爸爸又叫我小丫头。小丫头，又是你给妈妈读信了。竹君，我在上海一切都好，我很担心你们，更担心东北现在的情况。我很担心你们，更担心东北现在的情况。你们还好吗？叔兄，来信收到，我们还好。不，我们很好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。竹君，叔兄，小丫头，我的小丫头长这么高了呀！你看，我的小丫头长得最漂亮了。竹君，辛苦你了。到了就比什么都好。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党组织派我和几位同志去参加第十九路军，号召大家共同抗日。爸爸，我不能在家里陪你们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后天上午6点，在十六铺码头。朱军，对不起，没来得及跟你商量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们党员就应该挺身而出。慧心又要指望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啊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爸爸，上海也有日本人吗？竹君，日本人不宣而战，实在野蛮。我们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战，今天接到通知，撤退至福建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勿念。
叔兄。爸爸，你离开上海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你在哪儿？天上飘着些微雨，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啊，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想他。水面落花漫漫流，水底鱼儿慢慢游。竹君，小丫头，见字如面，你们还好吗？小丫头现在如何了？很是惦记，部队现在一直在行军，有时无法收到你们的来信。竹君，小丫头，我真想回上海，真想见你们。父，叔雄，1934年12月28日。令，小丫头，门口我们种的那棵梧桐树发芽了吗？树在冷风里摇，野火在暮色中烧。看到叔雄了吗？啊，谢谢啊，叔雄。哎，秉忠，收到家里来信了？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咱们一会儿江西，一会儿福建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或许信还在路上呢。一座重要的桥，平汉铁路的咽喉，宛平城的交通要道。卢沟桥如果失守，北平城就无路可逃。北平城就无路可逃。那是1937年，日本鬼子要进中原，他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性灭绝。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性灭绝。鬼子气势汹汹，怒峥嵘，我们严阵以待，战旗飘。那是1937年，那是1937年。219团奉命前往，严防死守卢沟桥。219团死守卢沟桥。气势汹汹，怒峥嵘，我们严阵以待，战旗飘。气势汹汹，怒峥嵘，我们严阵以待，战旗飘。1937年7月7日，日军声称士兵失踪，无理要人，团长吉星文当即拒绝。我叫吉星文，全团将士们，敌军来犯，誓死守卫卢沟桥，坚决抵抗，不得后退。卢沟桥，即尔等之坟墓。是日一战，北面守桥一个连接4人生还，余者全部以身殉国。
1937年7月8日，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，全国同胞们，平津告急，华北告急，中华民族告急，唯有全民抗战才是出路。上海是中国的领土，竟然不让中国人驻军，我们都穿上了保安团的服装进驻了上海。叔兄，现在上海满大街都是中国军人，所有的人都很兴奋，终于要把小日本赶回家了，终于要对日本宣战了。爸爸，打仗了，炮火连天，租界里全是人，人们都在说外面到处都是尸体，妈妈不让我出去。我参加了抗日救护队，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是我的心愿。朱军，我回上海了，但是我不能回家，你们还好吗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叔兄，你回上海了吗？你现在在哪？